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三卷现在七大讲到最后，第七十大，佛对阿难说，阿难，失信无缘，因以六种根尘妄出，失就是指第六意识，包含前五识，这个识的了别性，那个性就是指它能够明了分别的这个功用，它这个了别性啊无缘，因为它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所以称它叫做无缘。那么既然无缘，这个识从哪里升起来呀？因以六种根尘妄出，因为六根对六尘，六根对六尘发生这个六识的作用，所以它不是真正有实体，是虚妄的，所以叫做因以六种根尘妄出。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头滋味，身感触，意之法，假如没有这个六根对六尘的话，六识的作用是无所从出的，所以叫做因以六种根尘妄出。接下去就分别这个识啊，它的情况究竟它是怎么样子发生出来的？你今遍观此慧身中，用目寻历，其目周视，但于镜中无别分析。这是先说明根照镜，就是且拿眼根来说，你是阿难，现在周遍观察这个楞严会中法会里面所有的佛弟子当的圣众，因为下面指出来的几位啊都是最起码证阿罗汉果以上，所以叫做圣众。用目寻历，目就是眼睛，用眼睛顺住法会当时的大众去看，一位一位经历去看，其目周视啊，但于镜中无别分析。这个眼睛周遍看视，直向镜子啊，照出这个种种的现象，镜子照现象，虽然镜子能照出像来，但是镜子是无知的，它是属于无形之物。现在这个目眼睛在看，眼睛是有知的，它能周遍照出前面的境界，但是眼根对当时的色尘的经过之后啊，它没有另外分别，不会去分析分析前面是什么是什么，因为六根眼根对住色尘的时候，这个眼识啊照现量境，眼识照现量境的时候，它不会起分别，好像镜子照到境界，境界清清楚楚显现在前面是现量，但是它不会去分别这是什么东西，那么会分别知道前进是什么，那就是同时意识升起来了，所以接下去说，你是以中次第标识标志，你的同时意识跟眼是同时升起来，第一刹那眼是照镜，第二刹那就是同时意识在分别了，按照看到的次第标示出
指出这是什么？此是文殊，此富罗诺，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佛。这就是同时意识分别啊，借助这个第六意识的全体作用啊，都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哦。这一位是文殊师利菩萨，在菩萨众中智慧第一啊，这一看他就分别出来了。那么这个功用就是第六意识啊。哦，这一位是富罗诺，富罗诺在佛弟子十大弟子当中他是说法第一啊。其次这一位是目犍连，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再其次这一位是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再看一位，这一位是舍利佛，舍利佛在声闻众中是智慧第一啊。随便举出这么几位来，这都是圣众。所以前文说此会圣众，因为富罗罗到舍利佛在他的事迹都是阿罗汉，文殊是大菩萨，带果行因的菩萨，因为他已经成佛，倒驾慈航示现菩萨身来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扶持。此事了之啊，为身一见，为身一相，为身虚空，为无所因独然而出，越四方面来分别这个能分别的功用的第六意识，它是怎么样子生出来的。这个第六意识的明了知道前进的这个功用，它是从见身吗？见分，能见的作用是第八识的见分。这个见由见分生起来，有你的识的作用吗？这是第一。或者是生于相，从上相分中生吗？不是从见分生，而是从相分生，是从相分生吗？这是第二。第三，如果不是从见分相分生的话，难道它是从虚空生出来的吗？第三。或者是他无缘无故，没有因由，没有因由，突然之间就生出这个事的作用来，这是第四。你看看在这四种当中，他是从哪一种生起这个事的作用啊？下面就一一加以分析。阿难，若你是信生于见中，如无明暗，即于色空，四种必无啊，原无你见。假定这个分别的作用是从见分生啊，如果你的能了别的这个实性啊，第六意识是生在见分之中，但是如果前面没有光明，没有黑暗，也没有三方，也没有虚空，这四种都没有的话，你的见根本不可证。因为你的见就是见到前面的光明啊，而光明当中有色法，所见到的色法，例如刚才见到的这些人物，而这中间必定有虚空啊，有空才能显出这个色来，暗也在空中显现啊。如果这个明暗色法虚空这四样都没有的话，四种必无，这四样都没有的话，那你的见就不可得，就没有你的见。因为你的见分的见就是见到这四样东西，离开这四样东西见分不可得，你的见在哪里啊？
见性尚无啊，从何发师？您能见的了别性尚且没有，那你的第六意识从哪里发出来呀？这可见不是从见众生，你们离开这四种，你的事就不可得。若你失信生于相中，其次第二，难道你的事了别性从相分中生出来吗？从对面的相分生出来吗？不从见生，不是从见分里生，而是从相分里面生出来的。那么这个相分它没有见的作用的，它既不见明亦不见暗。相分它能见明吗？它能见暗吗？这个相分且拿例如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无形之物，哦，这个房子，这个桌子，这个凳子，这些都是相分。这个相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明什么暗，他也没有见的作用啊，所以也不就不见明。他既然没有见的作用，也就不见暗，明暗不足，即无色空。他也不见明，也不见暗，足就是见，看。他既然没有明暗能看的作用，当然也就不知道所谓色与空啊，彼相尚无啊，是从何发？彼相分自己本身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明暗色空，它都自己也不会分辨。那你的是从相里面如果能发的话，它从哪里发出来啊？它根本不会分辨，他哪里能够发誓呢？所以可见你的见不是从相分生，这个很显明可以知道的，不必细辨，决定不是从相分中生。那么难道从空生吗？若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变，自不能知明暗色空，这个如果说是从空生，它这个虚空啊，不是相分，又不是见分，不是见分就不能辨明，物质的种种分别，就非见无边。不是见分不能辨明这个所见的东西。那么自然他也就不知道明啊暗啊色啊空啊这四项他都不知道，他没有办法知道，所以空没有见分，他不是见就不会升起这个见的作用，不会分辨前进，那么明暗色空他都不知道。那么如果这个虚空既然不是见分，难道它有相分吗？它自己也不是相分，非相灭缘，这个灭字哈，把它看作无字，看作无，做无解释。它又不是相分，不是相分就是没有所缘的境界，无缘，灭缘就是无缘，灭掉所缘的这个作用，它不会缘境啊。它不是相分，它更是不会有缘的作用，所以非相灭缘就是非相无缘，不可能有缘的作用。那么因此啊，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啊，虚空里面哪里有见啊？见分没有，它哪里有闻的功用啊？耳根听声声这个闻的作用虚空也没有。那么鼻子嗅香，舌头滋味，身体感触，用一个觉字包含，这些它通通没有。
他也更不会有意之法的这个知。如果是身在虚空的话，你的见闻觉知要安立在什么地方啊？安立在虚空吗？虚空也不能安立你的见闻觉知。因为你的见闻觉知不是从虚空，不是从虚空升起来，它不能圆空啊。因为离开这个见闻觉知的本身的体性，它不会圆啊。现在你说是从空生，不可能，空里面没有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在空里也无处安立，没有地方放啊。出此二非，空则同无，有非同物。处此二非，二非就是指见相两分都不是，非不是，处在这个见分也不是，相分也不是当中，那么虚空当体等于没有吗？虚空当体它就是只有一个空空洞洞而已啊，它不会有见也不会有相，所以这个空等于无。如果是有的话，它又不同于一切物质。有是色法，色法才有，色法才有嘛。这个色法，例如说这个桌子啊、凳子啊、万物啊，有。可是虚空是没有的啦，虚空它不同于物质啊，虚空不同于物质，是有非同物。你说它是有嘛？它又不是跟物质一样，它有一个东西摆在那边，它不像一个东西呀、啊，能够摆在这个地方。虚空不是这种东西。你看这个空空洞洞的这个虚空，它有一个物质吗？假如有物质，我们用手抓这个虚空，你抓到看，虚空你抓到没有啊？没有，因为它无形无相。所以如果说它是有嘛，它不同于物质，所以有非同物啊。那么这样子，虚空纵然能发出你的事来做啊，那么能发出你的事，可是欲何分别啊？它分别什么呢？纵然虚空能发你的事，虚空是空的，虚空是没有的，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啊？不会起作用。纵然能够从虚空生出你的事来，但是也不会起作用。所以可见这个事不是从空生啊。那么其实最后一个第四，无因生啊。如果是无缘无故突然而生，若无所因突然而出，假定说你的事没有因由，无缘无故突然之间就生出来了，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何不日中别是明月啊？这个话不是很好懂，因为我们现在白天看到的就只有日光，白天看到的只有日光太阳，不可能在太阳旁边出一个月亮。你能想说，哎，太阳的旁边有一个月亮，有这种事吗？不可能。假如你的事能够突然而生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在日光的旁边看出一个月亮来呢？何不日作别是明月？何反问此？假如能够突然之间发生你的事的作用，无缘无故无因而生，突然之间生出来的话，那为什么你不能够在日光旁边看到一个月亮？因为你可以突缘而生吗？那么天上也可以突缘而生出一个月亮在日光旁边，它也可以突缘而生。天上既然不能突缘而生出一个月亮来，那么可见你的事也不可能突缘而生，突然生出一个事的作用来。那么这个事可见它是无缘呐、完全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怎么样子生起来，无从辨明呐、不得而知。那么进一步佛要阿难细细的去研究
所以说你跟细想维系详神啊，他叫欧拉说你呀、啊、更进一步的细细的去详察，很维系的去详神，细细的去审查。怎么审查呀？解脱离经，向推前进，可壮成有，不向成无。如是是缘，因何所出啊？这几句话文字很简，不很好懂。解脱离经，经是眼睛，眼睛。现在你的见的作用，我们凡亲都认为啊，见的作用是寄托在眼睛。见的作用寄托在眼睛，啊，而向推前进，所见的相分是在前面，前面的境界，啊，推出前面有境界，那么你的见。见到前面的境界，所以叫做见脱离经而显现出见的作用。所见到的相分就在前面，推出前面的境界来，让你看到。可状成有，状是现状，可以看出相分的前面的现状。前面有什么东西，我看到了。成为前面有什么东西，那我眼睛看到了，那么如果没有前面的沉浸的话，那就成为无，不像成无。如果不是前面有相分，那你的见就生不起来，无，没有见的作用，没有前面的沉浸显现，那个相状没有，那就你的见也就成为无，没有东西好看嘛，没有看到前进啊，既然前面没有进，所以不像成无，不是前面有相分，那你的见分也就成就没有了，就变成没有你的相分，不像成无，不是前面有相分，那你的见就成为没有，因为有相分，你能圆到相分。所以才能见到，假如没有前面的相分的话，如是是缘，因何所出啊？像你现在这个能了别的这个事的功用，它是从什么地方出现的啊？那么这个事的作用，它必定要有见有相，见分出来照到前面有相分，才能有见的作用。没有相分，见的作用就生不起来，就没有，那就等于没有，所以如果没有相分的话，如是是的了别的缘，从哪里出来呀？因何所出啊？前面没有相分的话，你的见从哪里生出来呀？生出来也不会有用啊，因为无相可对呀，由此可以知道，认为。一定越哪一部分生出你的事都不对，都不是，或者你认为是那是见相合合而生吧，因为有见就有相，彼此合合而生，也不是合合。为什么不是合合呢？经文接下去说，是动见成，会合会合，是是动的。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它只是动，它是动性，它能见能分别是动，见是指这个见分的当体，见分当体它是静的，尘是静，尘静，见分是静的，怎么能够一动一静合合啊？要合合嘛，动一动合合，两边都是动。才能合得起来啊，比如说你跟水，它两边都可以动，水跟土混合起来变成泥巴，
才能够活活啊。现在时时动的见根是这个见性是静的，本有的见性是静的，它是不动的，那么动跟静不能活活啊，它没有办法活活起来的。所以不是活也不是活，两个都不是。那么不但见是如此啊，六根当中除到前面一见分别之外，耳根对生成的闻啊，就是听到外面的这个声音，闻听啊，由闻根听到生成起分别啊。假如前面没有声音的话，它这个闻性也不会生起来，闻性是不动的，而所听的声音是动的，也不能活活啊。觉包含鼻子嗅香、舌头滋味、身的感触，都一个觉字包含。知意之法，它的情况也是相同啊，都是一样的。因为一动一静不可能是活活，都无所从而出啊。由此可以知道啊，不应是缘无从自出，不应当这个是的这个缘境的情况突然之间生出来，无缘无故他自己突然之间生出来，无因而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由此可以进一步的研究，若执失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沾染，性非从所。单根据这个见的情况可以明白啊，若这个难分别的失心，失心就是第六意识的心理作用啊，它本来无所从，无所从来无所自去啊。那么由此可以明白，能了别的这个见闻觉知六根的作用啊，它本来是静的不动的周遍的，这就是指前面第六大啊。见闻觉知圆满沾染性非从所，就是指前面的第六见大根大啊。见大里面包含六根，所以闻觉知通通包含在里面，他们都是圆满的无处不变的啊，都是圆满周遍沾静而不动啊，不动而周圆无处不变，它的这个六根的根性不是从什么地方有，不是从什么地方生，因为它本来就周边，这是指第六见大包含根大。坚壁虚空地水火风精明气大平静起来，这是七样都是啊，周边都是大。兼带前面所说的比虚空，第五空大，比虚空就是指前面的空大啊，地水火风就是前面的四大啊。那么见闻觉知圆满沾染性非从所，指的第六的见大啊。兼比虚空指前面的第五的空大啊。地是第一地大啊，水大火大风大，就前面的四大。那么这样合并起来再加上这个诗平均起来叫做七大，七大周边，样样都是周边，没有一方不是周边的，无处不有的。性正圆融啊，皆如来藏，本无生灭。你应当要知道前面已经讲过的地水火风四大跟第五的空大，第六的见大就是根大，跟现在讲的第七的四大，它的体性真正与真如自性没有差别，它是圆融无碍无处不变，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它们当体就是本来不生不灭，本来就没有生灭，本来不生不灭。
既然他们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他跟藏性没有两样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藏性当体就是七大性，七大之性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道理你过去一向就没有好好的去体会，所以佛对欧难说，欧难啊，你心出浮，不见闻梵名了知本如来藏。欧难，你的性知啊，你的心力啊，你的心力没有体会到这些道理啊，就是出而不细，浮而不静，浮躁不静，出而不细，浮而不静，所以呀，你的心是出浮的，因为心是出浮，体会不到这些道理，因此不悟见闻发明了之本如来藏，你不能体悟到见性闻性当体就是藏性，前面七大样样当体就是如来藏，就是妙真如性，你没有体会到。那么现在你应当观察，你应观此六处实心啊，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有。你要看看这个六处实心啊，就是前六识，第六的意识跟前五识叫做六处实心。你细细去观察，他们是相同的呢，还是不同的？这个六识、六根所升起的六识，六识当体是同是异？如果说它是同的话，注意听哦，如果说这个六识是同的话，你的耳朵能看吗？耳朵能看吗？鼻子能闻吗？能听声音吗？舌头能见东西吗？身体感触能够去分别声音吗？你的意能够升起前五根的作用吗？是同吗？不是同，不是同，因为他们六方面的六个功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眼根只能见分别色尘，耳根只能闻分别生尘，鼻子只能分别香臭，舌头只能知道味道咸淡，身体只能感触而意只能知法，知道前面的五尘六识的影子。不是同，他们不同唯意意识不同，那么他们完全是分开了吗？完全不同吗？不是完全不同佛问阿难的时候，阿难说你现在闻法闻用什么闻呢？阿难说，我用耳朵闻。他说，那你耳朵闻为什么你不了解的时候会用嘴巴问法？你听到高兴的时候会起来顶礼，身跟着起作用，口也会跟着起作用，眼也会跟着起作用，这是意吗？如果是意，彼此完全不相知。例如说，你们大家跟我是意，你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完全不在呀，这是完全是意。可是我们这个六根的六识分别作用不是这样啊，它不是这样子耳朵听到法音，不了解他会起来问，懂了他起来高兴对佛感谢礼拜，这个六根他们又是能够相同的起作用啊，这个又不是意，不是意那么既然不是意，为空为有，它是完全空的吗？你说空了了分明我的眼睛实在能看，我的耳朵真的能听现在点檀香我真的能闻到，东西给我吃我会分别咸淡，身体的感触我知道坐的是什么凳子，我的意能够分辨法，不是空啊，不是没有。
不是空，它是有吗？一定有吗？有，你拿去 给我看看，你的眼睛长得什么样子，看的作用，拿出给我看看，啊，也就是充足的大魔祖师说，将心来，你把心拿出来，你把这六样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我看看有吗？没有，啊，无形无相，抓不到，会有，啊，那么既然不是空，也不是有，啊。那难道它是同根异两种都具备吗？不可能，啊，不能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也不能这样说。你说它也是空，也是有，有也是空，也是，也不能这样说，啊，这个境界真是不可思议，非是我们所能想象，啊，实在我们凡心的六根作用就是这么奇妙。何况真如自性的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所以它也非同异，也非空有，也不是同，也不是异，也不是离开同异，离开同异也不可得，也不是空，也不是有，也不能离开空，也不能离开有，离开空有也不可得。所以说同不对，说异不对，说非空非有不对，说非同非异都不对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从这个离缘不知一样就说出这个道理来。离缘不知如来藏中信是明知觉明真实妙觉沾然遍咒法界含度实虚您有方所损业发现，这是说明实性与藏性啊平等平等，藏性当体缘具实性的妙用啊。你指我呢啊，你从来在修学佛法当中啊对这个道理你还是不曾了知，嗯，原来你就是不知道，嗯，如来藏的藏性当中信是明知觉明真实，这两句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什么叫做信是明知啊？即性之师全是明知的真题啊，性是明知性之如来藏性，藏性当体具备实性，第六意识的这个种种了别的啊不可思议的作用啊，它自己本具光明，就是藏性的当体，了了常知，这就是如来藏性的真体啊，所以叫做信是而明知啊。这个实性本来它是了了常知的，只是从借第六意识把它表现出来而已。觉明真实，是觉体的真实，觉指如来藏性，如来藏性的性体的觉体，它就是真正这个第六意识的妙用的当体，那么因此啊，这个实性就是与佛果的妙觉的啊，体性没有两样，妙不可思议。这个真如自性的觉体当中本来具备这个实性的妙用啊，它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沾然不动，沾随静貌，随在静静的时候叫做沾，随静不动啊，一见到底那一种情况叫做沾，这个沾借来形容啊
这个如来藏性的当体本来不动，这个不动的性体就是实性的当体，那么而这个实性跟如来藏性同样的，遍周法界无处不有，含吐实性，含是包含一切的心理作用的情况，种种妙用统统包含在里面，吐是显现出来表现出来，包含在里面的妙用，它显现出来的时候，尽十方遍法界，尽虚空无处不备，不备实虚十方虚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虚空处处周遍，无处不备。所以只要是属于人的境界，人能到的地方，你到什么地方，心理作用同样这样圆满的显现，不会有一点点缺少。损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种种的妙用啊，顺众生的业力所发现的，就是如此，顺住众生的业力，由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发现，所以叫做损业发现，众生的心理作用啊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随众生的业力，有种种的发现啊，一致等等分别，那么这是由众生的业力有所分别，实际上平等平等。世间无知，化为因缘，即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既多，但有言说都无实义，这跟前面六种都是相同。世间人不了解这个道理，迷惑而无所知，因此他执着认为是因缘的或者是自然的，这个都不是实在，都是虚妄的，没有实在的话，皆是世心分别既多，都是众生的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在哪里分别，在哪里计量，在哪里计多，那么只有言说没有实在的意义，所以但有言说都无实意，说因缘说自然都是只有言说没有实在意义。这里说明这个实性啊，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这个平常是所能了知所能分别升起心理作用的，完全只有第六意识，唯识虽然说有八识，第八阿赖耶识，第七摩那识，就是意识的根，意根，这两种啊我们凡夫体会不到，没有办法体会到，第八阿赖耶识去后来先做主翁，我们在凡情体会不到，而第七识摩那，它有四种根本烦恼，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它执着第八阿赖耶识为我，那么这一点我们无量劫来就是如此，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现在我们所能体会到的心理作用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它会升起种种作用，而这个第六意识啊，它有同时意识，有独头意识，跟前五识同时起来升起作用的那个叫做同时意识，也叫做五俱意识。例如我们眼睛在看东西，能分别的就是第六意识，而这就是同时意识，以眼是同时升起的这个意识就是同时意识，以眼是同时升起，耳是鼻是色是身是同时升起的，都叫做同时意识，也叫做五俱意识，那么单靠这个第六意识本身起作用的叫做独头意识，它有三位独头意识，以梦中独头意识，
定尽独头意识的分别。善为独头意识，就是我们醒的时候，平常时眼睛不看东西，耳朵没有听声，鼻子没有闻香臭，啊，舌头没有吃东西，没有分别味道，身体没有感触。这个时候他在异地里面呢，胡思乱想，想东想西，这个叫做善为独头意识。他自己在第六意识里面，分别这个过去的沉浸、未来的想法，啊，想过去、想未来、想现在，乱七八糟乱想，这个叫做善为独头意识在哪里起作用？睡着了，睡着了，这个第六意识也不会停下来。你睡你的觉，第六意识它还是在起作用，它作用做什么？做梦啊，做梦，啊，一睡着了，这个第六意识它还是在活动，啊，所以人心啊，它一天到晚是没有停的，啊，你想想我们这个肉团心，它能停止跳动吗？啊，这个肉团心，这个心脏。他如果停止跳动了，那精神就已经结束了，那就要再转生了。所以精神从生下来一直到死，这个中间无论你几十年上百年不曾停止跳动。那么这说明我们的第六意识的作用啊，它没有停止。睡着了他做梦，做梦做什么梦啊？就是第八欧莱耶识里面含藏的那些种子，他翻出来在哪里看，在哪里分别。所以他喜欢翻旧账，旧的事情他在梦中都会想到，啊，例如我从前住在石头山，到南部来已经三十几年了，可是我现在经常做梦在石头山，那么梦境差不多都在山上，啊，我原来住的官方那个房子已经被人拆掉了，嗯，可是现在我还梦见我自己的官房，我还梦见我当时在官房里面的所有的动作，时时他都会在梦境中出现。这是什么？这个影子在地方欧莱耶识里面充满，而没有事，晚上没有事啊，他这个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啊，梦为独头意识就在哪里翻出这些旧镜头来看，那么梦境就出现这些东西。假如你能够修禅定，啊，能入定，那个叫做定位独头意识，就是入定了，那么善位不起作用，梦位也不起作用，它只在定境当中。这个最起码呀，要得初禅，啊，如果有初禅的禅定啊，它一入定，可以几个月不出定。而呼吸照常，身体的新陈代谢照常，不会停止，啊，所以这个定境的独头意识啊，它的保持时间力量最强，啊，能够很久很久。据说，玄奘三藏法师，他去印度求法。经过丛林最高的地方，啊，常年都是歇，啊，那么他在路途中，啊，碰到一堆雪人呢，啊，看起来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而雪把他包住了，啊，他看出必定有个人坐在这个雪堆里面，必定有人，啊，看那个样子上面有头，啊，慢慢大起来。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就用西藏啊慢慢把这个穴挖开，果然是里面有一个老修行啊在哪里入定。这很特别很奇怪，这个穴不会贴到他的身体，不会贴到身体，都有一段距离，好像一个硬壳在外边啊。那么这样子慢慢把他的穴拨开之后，发现是一个老修行，坐在哪里入定了，头发也很长，手指甲都长，啊，嗯，所以他这个虽然入定，新陈代谢还是照旧，还是一如此照
活的人完全一样，所以他不会死。哎，这个入定的人呢、啊、你就是打雷他又不会动，他又不知道，在定境中不会有感觉。只有一个办法让他出定，有什么办法？他的记号就是敲引磬啊。这个玄奘三藏法师带住有这个一把引磬啊，就拿着引磬在这个入定的人的耳朵旁边轻轻地敲敲三下，哎，他出定了。这个人一出定，他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问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玄奘三藏告诉他说已经入灭千年了。啊，又入灭了，我在入定。你入定做什么？我要等弥勒佛。哎，这个时候玄奘三藏告诉他，你这样子不是办法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他说我是在迦舍佛入灭之后才出家，我修成这个定功，我没有见到佛。当时我就发愿，我又等到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我要出来看，我要看释迦牟尼佛。那现在你在定境当中，你又不知道，哎，而释迦牟尼佛入灭千年了，你还都没出定，也没有人告诉你出定，你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你现在再入定想要见弥勒佛，到时你还是见不到，没有人帮你开定啊，没有开定你就不会出定，结果你还是不知道，那怎么行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他说你把这个身体舍掉，不要了，你转生，将来帮我啊，来弘扬佛法。因此才告诉他，那我要转生到哪里呀？这个人已经是生死自在，要转生要到哪里？自由自在。他说你到大唐国，啊，叫他，找到这个黄金琉璃瓦的地方去出世，啊，我到印度去求法，我回来你正好是一二十岁了，那个时候我度你出家，帮我弘法，哎，那么这个人就是后来的窥基法师，后来的窥基法师的前身。那么后来，有这个因缘，有玄奘三藏回来之后，把他度来出家，就是成为他第一个弟子，啊，就是大弟子窥基，啊，继承他的法诞的。所以可见这个定境有这个独头意识，定位独头的力量，哦，它能够保持除掉这个世界坏掉，世界不坏，它可以要住多久就多久。据说，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这个袈裟交给迦舍尊者，迦舍尊者在鸡足山，在山洞里面入灭，在那个入定，没有出定，他要等到将来弥勒佛降生，弥勒佛降生之后，弥勒佛成佛了，他要把释迦牟尼佛用的这个十三条衣呀、啊、拿出来交给弥勒佛，等于传法给他，要把这个袈裟交给他。所以这个摩诃迦舍还没入灭，他还在入定，可是谁也见不到他，这个在这个鸡足山里面入定啊，谁也见不到，因为他的石门关起来的，人在这个石洞里面有个石门，石门关起来，谁也没有办法打开。他要等到将来这个弥勒佛成佛以后，龙花树下三会说法的时候，他就会出来，那个时候因为他有这个愿力，承接秉承佛的这个遗教，要这样做，那么到了将来弥勒佛出现时间，他就会出定。他是阿罗汉，当然没有问题，啊，那么他是等到那个时候出定，才把这个袈裟交给这个弥勒佛。所以这个在定境中啊，要靠定位的独头意识，在哪里，在身体上活动。因此，像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他一坐入定可以一个月两个月，这就是第六意识的定位独头意识在哪里活动，没有停止，而他不会觉得时间多久，
一个月两个月他出定之后的感觉只是弹指之间，不会觉得很久。所以徐云老和尚在住茅棚啊，在终南山住茅棚的时候啊，有一天他捡一些芋头在锅里面煮啊，正在煮的时候他想反正没事嘛，推盘起来就坐，一坐入定了啊。他有个同参呢，一个月来看他一次啊。那么这个前一天他的同参才来看过，过了一个月了，他的同参再来看他，是中午快吃饭的时间，哎，他看他入定，哎，以银杏桥呢让他出定，出定之后问他，你吃中饭了没有？老和尚说，我刚刚把芋头放进去煮了，大概熟了吧。他把锅盖打开一看啊，长毛啊，那个毛已经啊跟这个锅盖一样高了，就是一个月，他那个芋头啊没有烧掉，还算不错了啊。那么这一看就可以知道他入定的时间已经上了一个月。可是他自己感觉嘛，刚刚才放进去煮，出定了，他说大概熟了吧，一个多月了，大概熟了吧。所以这个定境的时间是假的，时间没有真的。我们觉得哦，一定哦，现在几点钟哦，几点钟哦，那是我们众生的妄想在哪里执迹。实际上时间是假的，可长可短的。我们平常也可以知道，你在等车的时候一定得展开，怎么还没来，还没来，四分钟一班，八分钟一班，说这个车子应当是四分钟一班到八分钟一班，你可以用这种算法，四八三十二，差不多半个钟点有一班，四八三十二，半点钟有一班吧。可是你等的时间比半点钟还要久，那个时候等车时间很长，哎，假如你最好的朋友几十年没见到，一见面高兴得不得了，一谈呐、啊，谈了半天，可是你觉得弹指之间过去了，时间假的，没有实在的时间。所以在定境当中啊，他不会觉得很久啊，五百劫弹指可以过去，这就说明啊，这个第六意识的功用之大，它的力量大。所以这里说含吐实虚啊，妙觉湛然，都跟前文不一样，说明这个心理作用的啊，这个非常的啊灵敏。因此古人把这个心智啊，就是看第六意识心智，把它看成呢、啊，做佛六道都是靠它，三点如心相，横沟是月邪，皮毛从此的做佛也由它。第六意识，它也会造大业，甚至无逆时哦，堕落三恶道，它也会修善法，出世间善法，由此修成。也是靠这个第六意识，假如没有第六意识也不会修行，也不懂得修行啊。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功用啊，那非常非常之大。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第六意识它是我们一切众生轮回生死的总根源，就在这个地方啊。有人说这个事实虚妄的是坏的，坏透坏透，要整个把它破掉。所以这个郑麦苏啊，他说用根不用事，他不用事，他说这个事是坏东西，根性才是真的，所以用根不用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当时正在写书的时候很可惜啊，已经过了几百年，没有办法问他。我很想请问他说，你现在在写正脉的时候是用事还是用根？你在写注解是用事还是用根？如果你现在是第六意识在作用的话，你说他坏坏，他为什么会写正脉？凭什么写出来的？你用根写吗？你的根，你用你的手写好了，手是生根吗？啊，你单用根行吗？实际上在我们凡情没有成佛之前，没有断烦恼之前，
完全是第六意识作用。所以藕益大师对于他这一句话非常感冒啊，他写一封信给这个钱穆斋的，这个信里面说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交光用根一移呀，流毒万事。他说交光法师著的正脉书，他用根不用事这一句话流毒万事，可见他这个用根不用事要把事舍掉而完全用根，根本是不通的。别说是我们凡夫不懂得怎么用根，二圣人声闻缘觉他们也不懂得根跟事的分别啊。八十规矩颂里面不是说吗，愚者难分事与根，愚者不是什么愚痴的人，是指的二圣人声闻缘觉他对于这个意根跟意识他就分不清，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意根跟意识完全分出来。因为声闻法里面它的最高的心理作用的境界只说到第六意识，它没有第七第八，它也不懂得第七第八，所以这个声闻法顶多只讲到是第六意识，第七第八是大乘佛法里面才有的。所以居舍论它只说七十五法啊，要为师才有一百法啊，所以有白法明门论啊。那么讲这个实相的情况，实相实性各种道理要啊大乘佛法里面的啊唯识才能讲得清楚。那么二圣人声闻缘觉尚且难分是一根，我们凡夫怎么会晓得怎么样子用根，根要怎么用啊？说根性是最清净的，湿性还不是一样吗？你看这里讲的湿性啊，含吐实息妙觉单元，它还不是一样吗？根性湿性都是一样，平等平等，并没有差别。这个道理到了第四卷以后，一直到第五卷，里面说得非常清楚。第五卷一开头就说根尘同源呐，佛陀无二。失性虚妄犹如空花，那边就是已经完全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根尘是性论性平等没有差别因为它平等，根尘是所有的性以真如自性没有分别。约相论千差万别，约性论一切平等平等。那么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真正的佛法的真意。所以楞严经的注解非常的多，多到上百家虽然那么多啊，有许多差不多都是彼此抄来抄去的大不多差不多一样的，那么顶多一部注解里面能够找到一句两句特殊的，是他自己的见解已经不错了。太虚大师他说他所看的楞严经的著书里面虽然很多，他认为只有两家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一个就是正脉，交光大师的正脉。他虽然是这个用师用根不用师是不正确，可是他里面有许多地方说得不错，说得很好所以他说虽然有很多著书，正脉是一个大家，其次还有一位就是藕益大师的文句，藕益大师的说法是一个大家，所以他说这个注解千万那么多，真正成为一家之言的只有两家，一位就是交光大师的正脉书，一位就是藕益大师的文句不过也许是我是以先入为主有关系吧，学的是以天台比较接近，所以我一向接近于天台的说法。交光大师的说法虽然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有的地方我总觉得不习惯所以我对研究这个楞严呢，是以藕益大师的文句为主。因为第一，我最先听楞严经就是听宾宗法师讲的，
宾中法师他是天台家，宾中法师我听过他两次的楞严经，不过都是第一卷啊。第一次我20岁，民国36年，他在新竹东本院士讲楞严经，我去当侍者，那是第一次听到。我当侍者在那个地方，当侍者是彭金，彭金啊，要上座之前把金捧到这个法座上，那么法师后面跟着来，礼佛之后，这个大家上站着跟坐。讲一个月只讲第一卷，他对于这个科判之手啊，我实在从来不曾看过。他把楞严文具，藕益大师的这个楞严文具的10卷的科判呢、啊，全部过背。起初我以为他是把科判写在书本上，以为在他的看的经本可能有。平常是不敢偷看了、啊，没有机会啊。金鹏进来，法师后边跟主来了，我就没有机会看。过了10几天了，有一天法师他有事情，虽然我把金鹏到他的房间来了，可是他还没有进来，我就偷看了。我就偷看，把他的经上面盖的那个金帕打开，看看经文里面有没有写科判。一看，只字没有啊，一个字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一部经文，清清净净的经文，那么这就可以证明他的科判是完全过背。而且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就根据这个文具，借助一部文具在看他的念的这个科判，跟文具一字不漏，一字不漏。你看人家的智慧多高啊！有些现代的那些年轻人啊、他说那些老法师都是背注解啊，没有什么了不起。我问他，你能背吗？你背了几句？他背出来你听懂了吗？他不但说不能背，连人家背的他也听不懂。所以难怪啊，这个真是麻布袋啊，一袋不如一袋啊，相差很远了。我会讲这么几句，老实说都是在宾中法师那边学来的。假如没有亲近过宾中法师，我没有今天。第二次民国46年，他在东山寺，屏东东山寺讲，也是不过那一次我是当威诺，不是当事者了。还是听第一卷，听两次只有第一卷，第二卷以后完全靠我自己啊、因为没有机会听全部。当时法师的计划，他说一年讲一卷呢，10年可以讲完。实际上是第一卷听过了之后，第二卷有没有讲也不知道，也没有机会啊。听说嘛，在新竹的后来是有讲，但是我不知道，等到我知道的也许是讲完了。那么在东山寺讲的只有第一卷，后来就没有了，第二年就没来了啊。而且那一次到南部来讲还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在屏东东山寺，这里一卷讲完了，后来又到大冈山龙峰庵，听说也是讲一卷，又是第一卷，不过那我没去啊。那么只讲第一卷，我只这一卷就够我的大受用啊。我在楞严的这个大法里面能够得一点佛法，都在这个地方得来。所以我们这个第六义师啊，起心论里面说他会造大业啊，所以皮毛从此的他也会修大行，学佛修行啊，生厌离心，发菩提心，都要有这个第六意识。如果没有第六意识，它也不会起作用。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经，还不是第六意识？我用第六意识在发挥，在讲，大家还是第六意识在听。你是用哪一个是听啊？你会说我是用耳朵听，你耳朵听，如果单用耳朵的耳根的话，它只是照现量境，不会分辨。我讲的什么道理他不会分辨，能够分辨这个内容，知道讲的什么话，里面讲的什么道理，或者是你进一步会去研究合理不合理，这个都是第六意识的作用。我们凡情它的作用直到第六意识，不可能呢、能够用第七第八，我们只能以名言上啊、文字上能够知道有这个名堂，真正了知
我们还做不到，最起码要好好的用功修行，修菩萨道，还是要菩萨道，不能以声闻法啊，以菩萨道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了登地啊，以别教来说，登地的菩萨破无明正法身，那个时候才知道第六意识之外还有第七识的什么样子，第八识的这个作用，那个时候才体会得到。我们现在早得很，完全呢、啊、不了解第七第八的这个情况，凡是一举一动所有的作用完全在第六意识，那么由此我们没有办法舍事，如果把事舍掉了也就不会修行啊。不过教光大师他很能自圆其说，开头破事破的简直是啊，一点点都不能保留，整个要破掉。可是到了这个师大圆通啊，他又讲得很好，他会自己自然起说，哦，那前面是因为初心啊，初心要把这个妄法去掉啊，不去妄怎么能够显真啊，那是破妄显真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这不是初心呐、啊，现在师大的境界那不是初心呐、啊，距离这么三卷文字到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初心，不是初心，所以师大就是藏性，当体就是藏性，说得很好，很会说法啊、所以他很能自然取说，自己圆满的把这个问题呀、啊、他能躲过，不会发生问题，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古代能够写出一部注解，他都是有下过真功夫的。你看这个清朝初的这个普万法师注解这个宝镜书21年呐、啊，人家21年功夫都放在这上面，我们用了多少年呐、啊？有的时候几分钟而已呢，所以距离很远。啊、要像人家这样真正下功夫，不容易的。前几天有人打电话问我，他在研究法华经，听我的法华经的录音带。他总觉得有些比较深的道理啊模糊不清，不会听得很了解啊。他问是什么原因，我要他你天天要把法华经最起码一天读一卷。我说以现在的星期天的方式很好记吗？星期一第一卷到礼拜天第七卷，一个礼拜可以念一遍，就是一部。假如你能够这样子继续用功下去吗？这样子才会有这个启发的功能，你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不够的啊、这是太虚大师讲的话，你必定要把所研究的那一部经当作功课天天做，否则没有帮助啊、今天把七大讲完，下次就开悟了。